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我现在穿的短袖短裤直播呀。不过现在还好，我都不用开空调了，穿的短袖短裤，温度刚刚好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舒服。又一个。喝药是吧？这样玩是吧？你也没把我当人啊！我知道你身体素质好，然后他妈的，直接给你火化了。你身体素质好有个屁用，看得住吗你？这么牛逼，顶那么多小兵，厉害了我的哥！这不是坏了吗？他多少血？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没出来，没出来，他死，可惜了。没人看到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可惜我没助攻呀。给我搞个助攻也好，可惜可惜可惜，兄弟们，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等一下，还想 K 是吧？我操！我要你 A 一下，你想 E A K 人头？你屌吗？很有耐心吗？当心炸药桶！爽到极点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你们就能安心。大海没有记忆，我有。快喽！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莫名其妙。好歹你洗个澡吧。坏了，我大觉得不好。小红帽这么厉害吗？不过我把线吃。沉默。
哎，有助攻 ，nice， 那就大就没白给，有助攻就不算白给。烧吧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谢谢夸奖 ，Thank you，I love you。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你这别抢八十六了，老他妈红包都没发，你哪抢的八十六啊？你虚空八十六是吧？我都红包都没发，你立马就抢八十六了。比尔吉沃特，你单拖也不是这样单的呀，太假了。六行广告商扣你工资，我这边红包都没发，你就能抢八十六的，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抢的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说法。黑叔叔心态崩了，这个人打不了也硬要打。缓慢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，当心炸药桶。就是那个哎呦，不对，这波不走可能被他开大很麻烦。我这个位置还你好急哦。哎喽兄弟们，预判闪怎么说，他屁股一翘我都知道他要拿什么事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就要来临了，无敌无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白金翡翠，白金翡翠。哎呀！转身得到的是大神兽。一战失去了船，但别失去灵魂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enemy. 好处多了。残忍带给所有人，当心炸药桶。那中路吃点杜神不过分吧，反正也没人吃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不会输我的意
开火。都搞个助攻哦，阿卡丽操作一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嘴巴都笑歪了，兄弟们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好爽哦，爽歪歪哦。人人有份。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为什么排队半个小时 ？bug 吧，完了，太晚了，死了就死了。说实话，有点不该死。但不拆完，我心里面有点不舒服。毕竟我这是1000块钱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峡谷上面 T1 冠军图标是不是真的？哪里有？不过人家世界冠军搞点这种很正常吧，对吧？感觉还是要给世界冠军增加再增加一下含金量。世界冠军的含金量还是不够高。把他们扔给鲨鱼。更多火药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人人有份。我说在游戏给的奖励不够高。你现在只给皮肤也不行啊，对吧？你别说我暗示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暗示。你起码搞点别的新的东西吧，你这么多年来都是皮肤，现在皮肤越来越多了，显得逼格不够高，你搞点新的东西。火轰鸣，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500万美元，不是，你对一个俱乐部来说，500万美元，可能就买两个选手呗，买两个很好的选手呗。你要是要扣完税之后，股东分成什么东西，你差不多只能买一个选手。给老子小心一点。更多火药。奖金皮肤都不行还要啥，你起码对吧，这个地图上面得留点啥印记之类的吧，最好是那种投影之类的东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, 比如说，你一进游戏画面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里搞个夺冠投影，多帅哟！这个不过分吧？又不影响游戏平衡。
就是你刚进游戏那会你又不能出门呀，这牌面直接给职业选手拉满了，搞点投影啥的很帅好吧。不要相信比尔，立个碑也不是不行，你像这种地方的碑就可以立了，上面直接写世界冠军谁谁谁什么什么战队，这不也有牌面吗？缓慢的死去，你干嘛将是赐给他们。吓死我了，操，就需要那个，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好受多了。事情更不会忘记。怎么个事？牛逼！会变得更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an Yu Hao, you're so full of fun. No, it's not.自求多福吧，我先锋时间都快到了，开给上路好了，他们应该回中路守了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当心炸药桶。那我走了，你守上路，下路塔就得没，总得要掉点东西的。我就不相信你们一直在上路，那就别走了嘛，推他中路塔。好受多了，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那我先去下路。我要把炮火淋。啊！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船长为什么现在上不了比赛？前期太弱，对线期太弱了。是白金翡翠，白金翡翠。喜欢守塔是吧？把残忍船长打永恩几几开？六四开，永恩六。
哎 ，W 了。那宙斯的永恩呢？宙斯的永恩怕我，他看到我他害怕，毕竟他一年的工资都不够主播的医药费。我的仇恨就这么心虚。Thank you. Aced. Killing spree.哇操，这仙宫好牛逼呀、啊！